期盼已久的雨终于落下了，瞬间就凉快了好多。但是停电了，煮不得饭。煮不了饭，我还有个煤气炉子了嘛。今天我们就整个火锅来吃，前两天买了个毛肚儿，一直还没有吃。今天我们就来搞一下，如果有一天吃火锅，我跟你说安逸得很，那打着你。天，你们为了想吃火锅啊，给顺着弄到里面的整整顿整。哎呀，你这个蓬蓬就不在劲。现在吹大风，吹倒了。哎呀，你说，桌子呢？自己，哎呦，杨梅，哎呀，今天叫外边吃，屋头黑得很，停电了。你这咋做啊？嘿，就弄这桌噻，吃点挨着挨着的吗？那菜包拿起来吃。对。多拿的嘛，一个咋够噻？你全部拿货带去，都是要吃的，还摆啥子特色啊？不够啊。对得行啊，哎呀，这儿懒得洗。吃个牛心子，下雨天吃火锅是最巴适的，绝配。好姐，整了盘虾子，那儿娃儿这些都好吃。我也看下五点毛肚整好没有。五点？还哪儿洗？喊五点进来弄。哎，浪大的雨，五点你还得整喽。为了吃这个毛肚噻，硬是拼喽。肯定的，吃货。你内心你懂得，懂得了噻。一年没吃干净，像绿油油的。不要慌嘛。屋里那些要洗到胃啊，这些康康缝缝的。老哥说出水油了，这儿这种油我一下就煮熟了，气上摆上的就熟了。今天我们吃火锅，你煮的菜就是这个毛肚儿，前两天我们去买的，新鲜的，安逸的很，农村人的火锅快乐。你们放点料酒啊、白酒些洗哈子。老哥说你要就吃这种新鲜、啊，有个新鲜感，想要臭味哈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就要吃个草草味道，你不懂。腥臭味。我说你鸡鸭鸭的都放那儿来，熏一下那个。好，要得了，屋里。差不多了，哎呀。走。有那个香味儿。啊，好。毛肚儿完成了。司机噻，再来点水放进去。要啥水哦？直接干的多的，两下就吃完了。你就这么就乱吃了？啊，不然咋玩？要的就是这个味道，有个草香味。你看见没有？吃牛背汤直接煮里面这个粑粑都艰难留来煮来吃喽。哎呀，香啊那个！老二是一本正经的，说白蛋。你想上一下我吧，哪天我整你上一下。哎呀，我没看到不说，看到肯定。没怪味的。老头儿，你晓得不？这一盘我说在馆子里吃好多钱哦呀，是吧？嗯。馆子的你要吃啥子？是吃味道，吃肉上一下就。啊！底下给你铺的冰刀，我想一盆都是冰刀，你铺几块？几十块钱。啊！我只买一个才一两百块钱。这点毛肚我跟你说才八十哦，不得。吃一四安逸着。没了鱼了，干脆我们搬来外边去吃嘛。啊不啊！这儿等鱼来了又整成落汤家了，真。哎呀，搬来今天弄进那儿。要吃的就稍微凉快一些了。凉快。在后边推点儿嘛，哎，乖的，进来，好，进来嘛，来进。干的嘛，干的了不？干的。差不多了，对。差点儿有点屋里卖了。我们这个位置吃起火锅，巴适哈，又凉快，这个时候。来来来，少许了，少许了。下入火锅料。这个是油，接着再下入这个火锅料，等它熬起。快来哟，五弟，五妈，快来老弟儿，快来远久了，烧开又可以吃。搞忘了，再加点大葱、生姜、海椒，更来味道。巴适，香得很，做火锅料。快来，漂个辣椒了，快来打姐老弟儿，接着玩。对。哎呀，吃哪里打辣椒？不吃哪里就随便要点。要整海椒这个，是吧？啊？你信不信？今天我能拿手来烫火锅。我不行。指甲给，指甲给。你要筷子啊？你也不相信？筷子，指甲给。是吧？是指甲给呗。也是外疼的嘛。老二不拿了。他把我弄过去。哎，抓抓筷子，我拿哪块？来了，筷子。看嘛，你还不相信？要筷子要。手来疼，简直是。要疼就不要筷子，当着不要筷子大爷。对着吃。你当着来吃。啊。输没有？哎呀，你这整的我心儿静静的，快点，我来整点煮鸡喽。烟头气上摆架就可以开干喽，黑得很。对，这个来嘛。哎，这头好大哦，还得有。哎，你要怕啥子啊？硬是。那这下子整到我有点吃，不黑了不好过的，就不安要。不存在。我这书还是要书来写。
吃货的内心要强大。我这个蒜泥香油香菜的，青菜和奶油。这个好有脆。再来一块。哎呀呀！哎呀，我给你烫一块。我给你烫一块。有青菜味没得？有点。那个，谢谢妈妈啊。放不了，对不起哈。没关系。快吃嘛，看好吃不？快把亮亮蛋的吃。那不动亮亮的，我动。他是不是？对。对呀。没陆王，你这个海椒好像没好烂的弄呢，还不在劲儿啊？不在味儿。这个好办，哎呀！你又随便酒两个来。来，你那多烂。哎，这不是好。充电在那，刚刚录了戏。四个家。哟，进来吃了不的？小米啦。来，妈。来。来这儿，喝。哎，不醉。这两个玻璃嘞。今天这个天气温柔，吃火锅还真的爽。好久没吃了，哎，这个眼儿们真是带劲儿很，爽得很。啊，又不热，香根儿落大雨，你看吃哈又没落了，很安逸。天公作美噻，吃的时候不下雨。快点吃，不要讲的哦，今天还有牛心在修。滚吃。